三和 K 三四，请注意，你们目前的降落区太危险。收到，大，准备接收并回应。是，中校。收到坐标，启动立即路线校正。海军情报室刺刀基地遭到新盟的轻装军舰围攻，由于该基地极具重要性，目前已禁止使用卫星防卫攻击。很抱歉，我无法取得敌军的相关资料，但是目前的防御武力不足。欧尼要求 Noble 小队协助保卫刺刀基地。好了，各位，我们目前暂时甩不开那艘船，专心对付敌军吧，帮那些士兵一把。Cat 六号，你们过来。JML 做好准备。走吧，中尉。Noble 二号呼叫刺刀控制中心，终于安全了，完毕。是安全了，快往东边的大门，我再跟你报告状况。刺刀控制中心，我看到一具目标定位器，这一带有炮火支援吗？支援有限，但是我们可以优先处理你的需求。这里是3157，你朝基地方向返回，但是后面有敌军在追我们，收到吗？小心点。五号运输船来了。
家基地站有自己的通讯阵列，应该可以让我们与司令部连线。鸟瞰基地有防空炮台，应该能用来清除上空。防空炮在西边，通讯阵列在东边，走吧。很好，先去通讯阵列那边。希望那通讯阵列的发电机正常。对号，先找一下附近的发电机。侦测到动力源，快找到防空炮了。防空炮在那里，附近应该有重设控制系统，可以让它恢复连线。
们的轨道支援火力呢？应该有四座平台，只要一发 MAX 就能轰掉它了。我才不信！正在猛烈攻击。在这里，六号，快上去支援 Amel， George， 你掩护他过去，包在我身上，追赶他们，准备就绪。什么？你是说 Hosey？ 是的。收到，这就过来。根本不用司令部提醒，我这大半生都得听他的。中校，我需要的是协助，不用报告发生过的大小事。我真正要的是你们上次行动的详细报告。George， 真是好久不见了。长官，你对我的护甲动了什么手脚？我只是加了点自己的东西。是啊，维斯格勒中继站
有一位叫 Laszlo Sovada 的疫情考古学教授在那里的资料中心工作。你知道他的死因吗？是那位60几岁的男性平民吗？他是被星盟的能量剑拦腰砍死的。随时精英。他们也攻击我们，长官。就是在发现你那科学家的女儿之后，那时他躲在……那不重要，重点在精英。跟我多说些有关他们的事。有三个精英都是狂战士，我们逮到其中一个，是队长。从外观看来，狂战士，你确定？他们的护甲构造符合，护盾强度也一样。我下令停止追击。我们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恢复中继站连线。主要目标？中校，你是三岁小孩吗？长官，包括我在内，有一部分欧尼的人相信星盟派了几支精英前卫队来追寻他们重要的宗教工艺品。根据生还者描述，这些队伍规模很小，行动敏捷，且成员几乎都是狂战士。这证明了他们的目标是欧尼存在那里的大量考古资料。结果你放他们走了。命令并没有要我们取回资料，就算我们知道，也还有其他更紧急的事要做，比如警告该星球。Sorvet 教授在他野外笔记的最后记录中写下关键发现，他可不会随便用关键这个词，希望你们上校窃取的资料模组当中有那个关键发现。 Ken， 在你开口之前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企图存取它的内容，这跟窃听没两样，那是一级机密资料。你妨碍我工作，我大可让你吃牢饭。或许你也想陪他。什么？我们正在进行寒冬告急的紧急命令，想必你应该很了解平民妨碍超级战士部署行动的刑罚。中校，你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是善意的提醒。走吧 ，Noble 小队。长官。George， 走吧。